在这个舒适的晚上观看球队比赛的各位观众啊，晚上好。赛前仪式呢确实很精彩，今天天气呢也很好啊，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，这样的天气呢真是好到没有朋友啊。双方的球迷也是互不示弱，现场的气氛真的是热烈，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冲个咖啡啊，看个比赛太爽了。好了，一起来看比赛，满眼是巴西国旗的黄绿蓝，场面之壮观让人惊叹啊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，这次抢断非常关键，梅西直接传到前场，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，阿拉巴将球断下，巴西获得一个任意球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拿球， C 罗这个断球干净利落，皮亚尼奇传球向外侧找到了侧翼，他能完成射门吗？范迪克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销魂的跑位拦截更是销魂，球迷们看的都是魂飞，射门！巴斯滕刚才的跑位恰到好处啊，皮亚尼奇他还在继续带球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打门，维埃拉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，就在瓦尔迪脚下直接面对射门，你放我敢写，这实在是太精彩了，这个进球可以说是靠他一己之力完成的，谁都没法预测这球会怎么样。在精彩的一轮，这个犯规，哎呀，这个判罚对裁判来说根本没有难度嘛，很明显嘛。里吉卡尔德刚刚才被警告过，马拉内，球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脚下，及时的抢断。C 罗有机会打反击，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看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，看杰米瓦尔迪，比达将球塞过去，瓦尔迪发现自己越位了。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，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，你们想限制住他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。拉莫斯，凯文德布劳内拿球，能进球吗？再次攻门，太容易了，差距这块大的追不上了。凯恩第一下反应很及时，不过没能让球离开危险区域。不论你是不是前锋，都要想着门将可能会脱手或者扑向对你有利的方向，幸运的话你就有射攻门，他们做到了，专家级的处理，从接球到调整再到射门一气呵成，太完美了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。 C 罗他的自信心爆棚啊，华丽的技巧演示，他绝对属于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左右比赛的球员。维埃拉，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巴斯滕拿球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博格巴，梅西拿球，很有威胁的传球，可惜没成功。德布劳内，罗伯逊抢了回来。维埃拉，梅西 ，C 罗，门前失射，他们进球了。
反击就得这么打，迅速果断，毫不留情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。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大战，他们目前已经是牢牢地掌控了局面，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。杰米·瓦尔迪拿球，漂亮的直塞球。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呀。传中折射出底线，角球。太混乱了，门将把球没收了。马拉内抢断的位置很合理，范迪克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险，试图直塞，是的，拼抢那一下把他拉倒了。这个距离我觉得有点远，选择把球传进去一点更加现实。很有威胁，可惜没能破门。如果他想做得更好，就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把握时机的能力。刚才的脚法不够合理啊，所以说并没有太大的威胁。博格巴，球掉了中路，他出现在那里，把球破坏掉。抢回来，球在阿图罗·比达尔脚下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？成功了！胜利的天平又向他们倾斜了。在这个位置射门，裁判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。好，比赛又开始了。我相信啊，教练员肯定是做好了必要的调整，现在呢就看球员们的这个执行力了，将战术转化为战果。拉莫斯，拉莫斯，漂亮的断球，否则形势相当危急。一记长传，看杰米·瓦尔迪，瓦尔迪起脚打门，门将精准的化险为夷。瓦尔迪的处理其实并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只是门将太神勇。皮亚尼奇得到了一次展示罚球技术的机会。起头球，维拉出现把球破坏出去，非常准确，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，要到前场。拉莫斯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。
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皮亚尼奇直接长传，阿拉巴，因扎吉拿球，博格巴这脚踢得很远，哎，又抢回来了，球在因扎吉脚下，德布劳内，节奏加快了，会有怎样的配合呢？这次进攻组织很有机会，不过最终还是没有造成威胁，就被破坏。因扎吉，因扎吉选择回传，及时的破坏。没错，他们就应该这样打。现在这种情况啊，不能保守啊，对吧？他们必须孤注一掷，希望能攻破对手的城池。确实必须这样。梅西球在 C 罗脚下，他一路披荆斩棘。 C 罗，因扎吉，因扎吉送出直塞，瓦拉内，博格巴，哎，不好啊，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，浪费了一次机会，将球转移到了前场，想要穿透防线，一个舌尖上的抢断，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看这里，斯蒂亚诺·罗纳多，我看好像是越位吧，对，是越位。拉莫斯 ，C 罗，这下单打独斗几乎就要大功告成，我就爱看这种，太好看了，再来一次呗。近距离人员密集，进球的机会很小，除非有奇迹出现。靠身体把球抢了回来。梅西。漂亮的断球，天哪，绝佳的机会，范迪克大脚把球开了出去，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，没必要太保守，这种形势下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手，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，直接长传，比达，球在阿图罗·比达尔脚下，身体优势啊，这点让对手很吃亏。回传给门将，马拉内，一记长传，比达尔，梅西，梅西送出直塞，力度恰到好处。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啊。迪克把球抢了回来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他们得把球送入禁区。他不是冲球去的，完全是冲人了，犯规。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身了，好像是要换人，看来是要换人了，而且要同时换上两名球员。我很好奇啊，这会不会改变球队的整体阵型呢？裁判刚才看得很清楚，给了一个角球，
角的时候迎来了扳平的进球。比赛结束还要加时30分钟，我觉得两边的教练都没什么可抱怨的，因为没有人真的想进球，场上也一直士气不高。稍微休息一下，接下来是加时赛。90分钟已经过去了，双方仍然是未能分出胜负。然而最后又是一脚本应该可以的传球啊！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明显没有想到一块去。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。瓦尔迪、布里特。因扎吉，哦，他竟然踢偏了。这个时候往往是先打破平局的一方会取得最终的胜利，绝对不能够再浪费这样的机会。他抬脚射门，天哪，球进了，整座球场都沸腾了。这是白给的机会啊，对手自然会笑纳的。这样处理球就是给自己挖坑啊，我已经无话可说了，一旦犹豫肯定就会被对手抓住机会。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进球，在这个阵容中他显然是最具威胁的人，往往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，就像蝙蝠侠一样。球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脚下，因扎吉拿球， C 罗打进一球，有两球保障，比赛10拿9稳。不得不说啊，在这个位置射门不进的概率只有我赶快查一下资料啊、只有3%左右吧，我瞎猜的。考虑到他的射门能力不错，应该是重点盯防对象，而我坐在这儿只看到了粗心和高昂的代价。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球，整支球队就好像是得到了玄学的加持一样，他们已经势不可挡了。接下来两队的分差可能会被继续扩大。因扎吉拿球，加时赛的时间已经过半了。现在的情况就是体能较好的一方会表现得好一点，其实比赛已经没有什么竞技性可言了。在最后的15分钟里会上演什么样的好戏呢？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，双方都全力以赴，现在只剩下 C 罗，如果进球就完全没有悬念，刚才完全有机会杀死比赛的悬念，落后3球的话几乎不可能翻盘。博格巴直接传到前场，比达尔，梅西想要靠速度突破，瓦尔迪将球塞过去，卡福，梅西，他仿佛在跟对手说到此为止吧。球在阿图罗·比达尔脚下，试图直塞，视野很开阔。C 罗、杰米·瓦尔迪拿球，他想试试运气，差一点儿，或者差一丝一毫都不行啊！他完成了一脚非常漂亮的打门，我觉得他很可能会趁热打铁，寻找机会再试一次。被侵犯了，维埃拉，布里特试图攻到门前，他会选择哪个落点呢？
好机会。C 罗转球转移到了边路，古利特，就这样比赛结束。这就是绝地反击的能力，他们在落后的情况下放手一搏，最终逆转了劣势。这是一场充满曲折的胜利啊，苗坤啊，你怎么看？在今天的比赛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支有信念不服输的球队应该怎么做。他们通过坚持自己的风格，成功扭转了比赛的局面。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胜利。又到了道别的时候了，再次感谢苗坤的陪伴和点评。我也十分荣幸，王涛老师。